生活有趣味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看戏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燕萍。又到了礼拜五，一礼拜的礼拜日啦，就要迎来咱每年的母亲节了。大家当趁这休息日啦，赶紧来陪一下家己的妈妈，表示你感恩的心。其实咯，唔免啥物真贵重的礼物，只要啊你有这款心意，或者是一句简单祝贺的话，妈妈拢会非常的欢喜。因平有听过一句话啊，叫做“饲囝无论本”，意思就是讲啊，咱母亲拢是非常的无私，真伟大，需要咱好好来报答。唔知电视机前的你已经想好要如何跟妈妈度过这个休息日了吗？会当来个因平分享你跟妈妈的故事。张状元任武的故事，咱看到张妙秀啊，将杨文新活活拍死之后，佫想要将尹某随下啊掠倒来做细姨。这消息传到张妙秀尹某的耳腔内，就赶紧啊来到偷藏随下房间内要掠人。经过随下解释哦，知影了所有的代志，所以啊，伊就想讲要将这随下送去外家先安顿倒来。而且伊想到一个办法咯，讲随下巴肚内即马有一个囡仔，可以啊将伊当作家己的后生来移花接木。到底这代志可以成功吗？精彩好戏，咱赶紧来看落去。随下啊，啊你恭喜福气，你生一个查甫诶！
用，我今仔日老实对你讲，将你死也破我，当作我亲生，保住你荣华富贵。奶奶，那是不肯答应，我就将这烟气活活劈碎。家人，奶奶不可。我都老板，我都感到欢喜啊！我
大夭壽啊！天平爸爸的国风鱼，你看比我较好在，当然比你较好在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啊！我抱到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我你抱到好滴好滴。你讲我是谁？我是谁咯？好谁？阿妹谁？我最近跟恁过家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免遐欢喜，甲伊表一个名。好，来甲伊表名哦。阿妹表啥哩？哦，老的啊，我白日梦见十四时，就甲咱囝名叫张定时。张定时？哦，好名好名好名。哎。水啊，咱到伊咱家来。对啦。哎呦，我来到半路看伊真可怜，叫咱到咱家做礼物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小工小工。水爷啊，来，鞋啊抱进去，去食一碗点心哈。哎，不好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你过十八春秋，我囝读册真辛苦，今年啊是代比考期前进，我想叫我正子囝上京去赴考，伊若考会中，我人财两旺免烦恼。哈哈哈哈，走。请你观看，阮老爸叫老爸进提来我看。哦，阮老爸叫来批信，是要叫我定时囝上京去赴考，男儿志在四方，这是应该。哦，内面海儿快来。啊，要。家的
害你呀、啊！你二母已是空，免得你后母挂念在心。免得你二母来挂心。相亲啊，相亲交代，只准命经验玉器我记在心。老人家恁玉器是多珍重，我必为此来挂心。恁无恁养我功劳大，为我受苦千万挂，定是我功名那创尽，一定无答你答应。你今仔人来搞咧？阿姨啊，这一百两银哦，你打落开，去到京城，有恁老公甲恁姑丈李红，伊做水果干，范祖爷甲你照顾。银六做你开，开无甲好好。爹爹母亲啊，时间无早，那我也要起天咯。啊，你都想说呢？是五九四嘛，快点哈，爹吼，爹还小心你爸呢。孩子啊，那这里呢？今日早朝之上，李爱卿，为臣在。恭令你六波双弦，但不知主题如何呢？臣妾万岁，微臣奉旨开科举士，选中一名，名叫张定西，文章做得字字珠玑，口才对答如流，现在我为我好奇。嗯，既然你出大哥选臣，也是。万岁有旨，张定西上殿。娘子，有听万岁口旨送到皇宫中，花柳岗。张定西，错名在。你那功
公因何不敢打起头来呢？有罪不敢。公下你无罪，打起头来。下吧，水。果然相貌不错，用定心。出名山。明心。下吧，水。用定心。出名山。洪财公，听你爱听酸，你本酒金秀，口才对答如流，那公我点睛面起了。请万岁恕罪。玉盘中酒有你份，金榜题名我有命啊。嗯，对的好，对的不错啊。就封你为做满将官，下万岁。红雕书记一品，上给会酒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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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领，免了。谢李大人。李大人，我家公子得中状元，我家老爷令我来接小姐贵妇申请，这是聘金，请您受起。以此信号。又好，你家后天休息去吧。是。姨妈，快来。路亚又何欢呼？你快告小姐休劳，叫小姐准备西装打扮，贵妇成亲去了。哦，是是。咦，伊真的要嫁到丈夫去，哈哈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精彩好戏啊，咱就先看到这。明仔影片的继续为你将这剧情啊分享落去，会记得继续来锁定咱的看戏节目。如果你想要知影阮节目更啊精彩的内容，或者是来个影片讨论你看戏的感想，会记得赶紧来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，来个影片讲你的看法。好，精彩好戏，大家拢有，咱明仔上看这时间。再会。